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。对，我们这个在欣赏他们的表演同时，也要欣赏他们这种环保低碳。对，现在提倡低碳环保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些人呢，他们的表演呢是不用插电的。对，虽然这个有12个人哈，但是他们叫五行欣赏团。对，那我们就欢迎一下来自于北大的五行欣赏团，有请。新唱团是吧？对，谁是这个队长？您是队长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。对对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团员好不好？我先说一下我们零二十五行和新浪团的情况吧。我成立于2007年9月份，在2008年拿下了北京大学十佳的冠军。现在由我们的每位成员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和声部吧。好，由我先开始，我叫李元慧，唱女高音。潘尚
我唱女中音。我叫郑超群，我唱女中音。我叫金峰，我唱男高音。我叫孙志信，我来自韩国。来自韩国。我叫陈超，我唱男高音。我叫杨小彤，然后我唱男高音。然后我也是男高音，何静泽，欢迎张泽阳，男低，好简短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伯伦啊，我也是男低。哎呀，这个太有磁性了。对啊，尤其是低音那边的声音很好听啊，不是大家声音都好听。对，这个刚才啊大家也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其实就代表着另外一层意思，没听够。对。